刚刚我敲的是棋谱组，上面有字写说如果打了呢就会富有，所以我就敲了三下，基本上都是敲三下啦。来看看这边的建筑啊，这边呢比较像是清迈清莱风格的建筑，这个建筑是很漂亮的。安妮克猫你知道吗？猫咩安妮米的泡汤呢？这是猛兽，我们待会去它的偏殿看一下，里面呢好漂亮哦，好大的密谋刀哦，超级大。然后签筒，请大家看一下，他们在抽签，签筒，抽签要这么大呢，好大一根哦，这可以拿起来打人。来到这里的人呢，都会忍不住想要拿出相机来拍一下，非常的漂亮，我的天哪 ，Oh my God。金光闪闪的凤凰，前方有个卧佛，然后中间呢是镶了很多很多很多宝钻的，好多人来朝圣，让我来拍个照。因为这边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是不是超级绝美的？你看哦，中间呢这边是福地印的佛，然后这边是圆寂时候的卧佛，我想他是想要凸显出像天堂的感觉了，所以说建筑规划。让你觉得庄严、尊贵，但是不奢华的这种感觉。怎么？我觉得我今天连在这边拍都比较好看。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个哦，清风佛。我们待会去另外一个正殿，那个正殿呢非常漂亮。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吧。刚哥拍不拍照呢？东刚，没在半半熟呢，东刚呢？松的他妈打掉，松的他妈打掉，สวยมากนะ，สวยมากพี่พี่เพลงนี้คืออะไรนะ？เพลงสวดมนต์สวดมนต์เนาะ？เพลงสวดมนต์ของไทย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เด็กเล็กๆก็อยู่โรงเรียนอ่ะมีขายไหมขายไหมต้องถามใช่ไหมไม่มีหายากเหรอถามที่วัดได้เลยว่าไปเช่าไปซื้อที่ไหน好我们现在要去主殿看看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，听得好感动。他是在念经，在念诵。他说他们小时候，他这边刚好是制高点，可以看到寺院。看到那边吗？有一尊，好大一尊哦，这里很舒服。每次来跑庙就是这种，你知道吗？这种 feel， 这种感觉，就让人觉得呢很舒适。你看，这边是方。这个隧道走下去是不是很有感觉？好像在拍 MV 哦，让我来拍个照。对啦，那个 banner 啊啦，菜都是很北方的色彩哦。那我身边这样一个，这个都是要我们以前啊，就是如果是一片空地，然后要建寺院的话，都会在空地呢挂这个番旗，泰式的番旗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就等于是寺院即将建设的一个预定地。
去病毒啊，那种一线的、二线的大明星，通通都来。你想得到的泰国大明星都来。这边的法师呢，主要是龙骨论、龙炮论，就是最有名的。他是早年的法师，那现在已经圆寂了，换了另外一位师父做住持。年轻的师父，那这一位年轻的师父呢，他主要就是在宣说佛法上面呢很用心，就是他。嗨，龙炮。龙炮没忘，没忘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去主殿了，让大家大开眼界一下啊！不要跑哦。大家看一下。里面很安静。这一位是佛陀的母亲，就是在伦比尼园把佛陀帕达达生下来的佛陀之母。下面有一个洞呢，这跟我们那个妈祖那个跪求一样的意思。就是人呢会从这个洞呢爬过去，代表呢他受到了这个佛的加持。近一点看这个佛很庄严，而且他前面呢还有舍利塔，前面都是很神圣的舍利。然后再往这边走，就是他的主殿啊，主殿的。这个佛非常非常的庄严，浪过那一个洞之后呢，就会看到大佛，逐渐的大佛。那这个是典型的泰式的佛的模样了。这个是鸡，属鸡的鸡年的守护塔，这个是羊年的守护塔，这个是。蛇的啊，哦，这个很像那个正觉塔，印度的那个正觉塔，我觉得很棒啊，这是个很殊胜的地方啊。这边画给就是鲁士，泰国人很喜欢拍的啊，鲁士画给。这里呢，就是外塔南。龙骨room就是招财风啦之类的，发大财。祝福所有朋友新年到，好运来。哎，这边还有这个那个跟佛祖说，佛祖我来喽。这个跟日本的有点像，啊，就是先打个招呼，说我来了。我现在要去旁边看看还有什么特别的。你看，我是旁边有太多的花花草草，刚刚就勾到了，就断线了。巴拉。卖药的，哇，这边好适合来旅行一下啊，哦，还有贩卖的。龙炮呢？你躺来了没？哇，这是躺棺材。十两块。十两块。十两块。哦，不能拍哦，他们在躺棺材。给我拍，多多拍。你看他们和尚就在念经，然后他们待会呢就会躺到那个棺材里面，就做一个百度转运，就好像重生的一种概念啊。哦，原来他这边就是河哦，就是河，然后让大家来躺棺做功德放生的。哇哦，什么都有了。这边有水上市场，如果你想来体验水上市场吃饭的话，这里也可以。看，
全部都是吃饭的，多干净啊，不用去到安帕瓦。这是个码头的概念，好适合来游憩哦，好棒，又可以参观很漂亮的寺院，又可以来谈判做功德，又可以让自己来躺观，就是做起死回生术，然后又可以来这个体验水上市场。你看我现在站的地方是会动的哦，但是因为它在水上嘛，但它会这样一直晃，所以我现在站的地方是会让我头晕的，待会我就会晕船了。如果饿的时候就来这里吃个东西，旁边座位都好安静，你觉得很不错啊，哈。爸爸，哦，不行，我再站下去会吐，头好晕哦，必须上岸，我先上岸。突然间就头好晕了，今天应该不是假日的关系，所以摊贩呢都没有比较没开。但是六日我想象应该是满满的，就是因为它这边有个市场，泰国人最爱逛，就是你知道百货公司之外就是市集，超多人。好啦，大家有没有对瓦塔玛有进步的认识了呢？欢迎大家多多分享咯，先拜拜。